随着 Deep Neural Network 网络模型日趋复杂，要找到一个妥适的 AI 晶片加速器架构，在效能、功耗、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，也变得更加困难。本技术开发 AI 晶片系统静态效能分析工具，协助业者进行架构探索、分析设计优化，与软硬体协同设计，以更进一步缩短开发时程。